对呀，他说你要回家了吗？因为你中午没有睡觉，现在没有力气玩了。有什么怪物？哇，那么多小朋友！木跟石虫，还要爬出来外面。这是木跟小孩，好，爬上去。爬上去，来溜滑梯。哦，去。好。加油！我会爬上去的。加油，小心啊！哈。哇！哎，啊，不是这样下来的，来溜滑梯下来。鞋子穿好啊。哦，这样很危险哦！你看，你都没有抓到了。